右边的镜头。来，我们要不要换个姿势，像海报一样，好不好？来现场重现一下。对对对，哎，角度点有点，头发的发丝有没有？有提醒所有参赛者，我们今天其实开始报名了。哎，但只要给凯乐就好，我们别人他的问题，我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道歉，对不起，你来最打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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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谢谢你们打灯，好感动哦。我们以前合作过，对对，其实算半生不熟，对，有点熟又不太熟。他跟我弟可能熟一点，比较熟，对，因为他们一起主持嘛。但是我们之前有合作过，JPN 的 MV， 对。但我觉得这次看到他比较不一样，怎样？变黑了吗？就以前是那种清纯可爱的，蝴蝶姐姐，现在变成性感女神的感觉。没有，她哪里最性感？没有。可能是腰的部分吧。腰，哎呦，有被注意到哈，因为他那个海报就露腰嘛。我真的现在一直吸肚子，吸到肚子超酸的。真的跳得非常好，而且他们的动作真的都比我们两个原本舞蹈男好多。就他们看起来骨头超软，你们跟对对啊，我没有，我很硬。哪边？我说我的筋很硬。筋很硬，要多硬啊？哪个筋啊？我要笑死了！我真的很，你可以弯看看吗？我不行，我不信，我们不信。我最多这样，真的，不可能，真的，不可能啦！真的，不要骗人哦！你真的很硬哎！来，凯乐示范一个超软的。好，来，我拿，帮你拿。谢谢。王子，王子，劈腿啊！快点！我不劈腿，我不劈腿，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劈腿。可以，可以，还是很软的。没有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没带的，没带的，没带的，刚好一刚一柔的表现组合。对，所以凯乐九月有想好要包多少了吗？对，九月。对啊，这到底真的中秋节啊？中秋节是吗？我可会送一些月饼。哪有人参加婚礼送月饼？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九月也要参加喜事吗？哎，目前没有听说，可是希望对九月可以发片。希望。是有时间表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就有在筹备，有在计划。所以要报多少？我什么啊？谢谢，应该够了吧？